小美女，迪迦奥特曼的家到了，小心台阶，慢慢上。真棒，迪迦，我带小美女来找你啦，快点出来。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你这小家伙太调皮了，我要把你绑起来送回光之国，让迪迦好好教训教训你。迪迦，我来啦，我们去光之国。哎呀，小美女你好重呀，快点给我下来。哎呀哎呀，累死我了，我没力气了。小宝宝你别转了，我没有能量了，快把你的能量给我，谢谢你了。呵，哎呀好多了。97圈，98圈，99圈，100，宝宝你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小美，你在干什么呢？